是刚刚列车的呢，2010年11月29号，然后双南从南南6:38，我拍的是11点左右，远方的军营应该北湖的军乐，一人用进酒要去远方军乐。穿了你了，开启车门。这里面是研发的将沿江北湖的圈了。哎呦，然后下面个马扎门都到丢我们的耳机光片。是一年是研发的将沿江北湖，那要去年是研发圈了。啊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哥哥都结束了，今天结束了，哎呀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